梁文洋投到第五次的两好三坏满球数了。他今天啊没有保送呢。高志刚说投保送要请喝饮料啊。投到五局下半，这时候出现了四坏球保送。展元干嘛这里保送就有点画出来了？难道也他也会请你吗？没有，当然是希望他的控球要好啊。吼，你刚刚一直在今天到现在还没有保送，结果就保送了，就保送了，总是要报告一下嘛，吼，他还没有保送，要告诉给观众知道啊。我故意在陷害你，是吼，下次哦，你到那个休息室去问廖文洋的时候，他就给你脸色看。没关系，还有其他人说，哎，下次讲一下我很久没安打什么的。还真的有球员这样跟我说呢，吼，我说我没那么准啦，哈。但是谁拜托我不能讲，讲就会出问题。大家都希望表现好了，吼。